欢迎来到 Justin and Kelly 的频道。今晚上我们还是会有上一支影片哦，先来在这里预告一下，是一支适合中长期的投资者们投资的股。接下来几个季度呢，我们认为这间公司的业绩估计只适合缓慢成长型的，类似像我们这样子吧，都是喜欢缓慢沉稳但一起都成长的公司。哦，对了，我们昨天还有上新的影片哦，在我们影片还没有上之前呢，请看昨天的影片。愿大家有个美好的一天，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，请按赞分享订阅哦，而且别忘了开启小铃铛。